女人的心到底有几个男人会懂，女人的心到底有几个男人会珍惜。女人真心去爱一个男人，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，她会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生命。我是依依，一首女人的痛送给大家。都说女人的痛没有男人会懂，都说女人的心没有男人珍惜。女人给你的爱是你一生的债，女人给你的情是她珍贵生命。女人选择了你不是说说而已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进爱情之门，只有懂得她的心，爱情才会变动心。想要天长和地久，珍惜现在的拥有。女人也有梦想，女人也有信仰，就算路途坎坷我们也要去磕。依依没有实力，但依依很有情义，不管再苦再累都会坦然面对。依依别无所求，只求希望有人懂我的心，陪我走到白头。这就是女人的心，男人们，珍惜你遇到的那个爱你的他。与千万人之中，因为缘分相遇、相识、相爱，那为何不静下心去读懂那颗真正爱你的心呢？最后，祝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。